哎呦，这个模组又更新了。我们上次介绍就是它可以在海里面游泳，游比较快，然后它可以透视海里面的状况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介绍它怎么样在水面射击这个枪。然后看到这个枪可以射出去，但是它好像没有什么声音哦，声音好像被这个海洋盖过去了。试看这把大的，哎，它直接浮起来了。好，看来还是有些 bug 要处理啊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到这海底下面，有一个非法的一个海底基地啊，不晓得在研究什么东西啊。这里有很多的 UFO 在这里，而且看起来有点诡异啊。可以游下去看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艘船是吧？沉在这里啊。OK， 这一堆人不晓得在做什么样的坏事哦。下面还有鲨鱼哦，三台不一样的飞碟在这里。欸，为什么会出现滤镜？是什么情况？突然变暗了，也这样有点诡异。变色了。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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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子好像不太对哦。这边可以过去吗？你可以看到里面的状况哦。欸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它是不是有一种防护罩，水不会淹进去？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层水，然后里面有人在站在里面哦。不晓得它是怎么做的。我们应该是从下面游进去看看好了。啊，水里面不能拿枪，应该是从这里上去哦。哦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哦，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型的军事基地。我们应该从哪边上去开始逛呢？从这边上来好了。这边好像很多人欸，不晓得在研究什么东西啊。这边隔息倒是不少哦，好多货物，居然还有飞弹啊！哇，可以看外面的风景。这模组做的太棒了吧！这直接在海里面哎，可以看海里面的夕阳。下面有什么飞碟？这 view 真的很棒啊！下面还有海底这个潜水艇有没有？然后他们在维修这个潜水艇。我等一下我撞到人是吧？哎，我撞到人马上被通缉，为什么啊？等一下，他有视角，他有视角问题。你看看，我只是来参观的而已啊，不是来开打的。你看，这里全部人都要把我拿下了，是吧？不要这样啊，不要这样，我只是来逛逛、参观一下啊。既然你们开打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啊，发现在水里面。射击它会有视角问题，会像这样子卡一下视角，有没有？不确定是为什么，为什么视角会变？是不是这个枪的关系啊？哇！居然用那个火箭炮来轰我！五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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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基地烧起来了！我才来进来没有多久而已啊！换小枪啊，换小枪，我觉得小枪应该比较好一点。这比较像是真正在那个海底里面拿那个雷射枪乱射的感觉。哎呦呦呦，在哪边？我在上面有看到了。哪边在射啊？哦，受不了哎、欸！哎、欸欸欸，
人怎么那么多啊？还有，你们人类武器对我一点用都没有，好不好？走开！哦，里面还有机房啊！我上去看一下，上面还有什么？不错嘛，人类的科技居然还可以在这样子海底面的情况，然后它这里居然不会淹水，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它有，你看这个海在上面，然后直升机可以射子弹下来啊！看不清楚警察的状况，但是很确定的是，这个海这样，这个船的这个贴图在变呢。所以现在是怎样？刚才是在海里面，然后现在又是感觉它是有视角在里面的。载浮载沉的潜水艇啊！我们下去看一下，下面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哇、哦，人超级多啊！就跳过去好了。哎呦，哎呦呀，我的妈！不是这样吧？你们人也太多了。哎，这边居然好多钞票，还有这个黄金、石油，这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啊？哔哔哔哔哔哔，哔哔哔哔，啊！人太多了啦，杀不完啊！哔哔哔哔哔哔，哔哔哔哔哔哔，哈哈。哦，哎，好了，我们用这个小枪，原子宝小枪好了。这个比较有喜感啊，直接弹走。哟，哎，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人啊，他在干什么？莱斯特，莱斯特这边做了什么坏事？哎，跟一群美女在开会。哎，那群美女不是我射的啊，不是我射的哦，不要害怕，哎，不是我射的哦。这里好多机房，这边是在做什么样的实验啊？我们的飞行船在下面啊，他应该是研究我们飞行船的秘密吧，来获取我们的资料哦。呀，我这算应该不算是剧透吧？人家剧透第二集是演这类的东西，不就很好笑了？啊，你讲一堆话我听不懂啊，放过你一马。不行不行，让他们获得我们的机密文件啊，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文件呢通通销毁啊。诶，我看到了、啊、在一个通道里面，通道里面可以通往这个算是黑盒子的地方啊。我要怎么过去啊？他好像是在刚才上来的地方可以过去啊。好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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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,OK。我想办法把这边炸掉啊。顺便他还有核弹一起处理掉了，有粘弹，一次炸毁，赶快离开这里。好，我们任务完成，我现在先离开这里啊！现在这个警察，人类警察真是太碍事啊，全部都围过来啊，马上五颗星。刚才有卡视角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现在要离开这里了，从这边跳下去就可以离开这个海里了。来，有有有有，快速移动，是不是随便可以射啊？刚才为什么不行？所以他有手枪可以射吧？呀，现在是晚上吗？怎么感觉好暗啊？有点诡异啊。有点诡异，赶快离开这里。好，我们做可爱的小金鱼来离开这个地方哦。被警察通缉了。
对，爆雷一下，第二集该不会跟警察、跟人类对打吧？蛮好玩的，小海沙、啊，这个小海沙可超可爱的。变换一下视角，看一下另外一个视角怎么样。喜欢帮我按个赞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